联盟的球队呢效力过，后来受伤，就离开日本。右半边防线的飞球，这个球又是一支安打。哇，这个得点圈还有两出局得点圈，实在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，送回了原先在二垒上的跑者王新全，再添一分，3-0领先。今天许志峰单场所出现的第二分的打点。 这个球就被他捞起来，对，是滑球，而且是一个偏低的滑球，捞起来打到右半边。因为其实看。